一样是用屁股游泳啊，嗯，用屁股就可以游嘞。我怎么撞到一个水管？嗯，这样游很舒服吗？游哦。哦，漂浮的意义啊。 对啊，很快就变干了吧？哦，妈妈在后面要追到你了，啊，赶快要追到你了。 要去外面玩了吗？太远了。好，再走一圈。对啊，走过去。走快，直接生掉加送啊！哇，没关系，可以躺着。哇，然后就是谁的肚子，小鲜肉，嗯。 两只脚都要踢，好，从这里上去，转弯从这边，跟这个哥哥一样，走中间过去，加油，还没有。 可以呀、啊。